你觉得什么图形？不规则图形。那不规则图形能直接求周长吗？ No。 一般常规的方法是什么？非常棒。那今天老师教你们一个新的方法，标效法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点出发，因为周长是绕这一个。 一圈吧，到这回这个点吧，所以从这个点出发，往这边走，我们就标向这边，不回头啊，往下就是标，下，往右标，往下，往左，往上，因为这一个图形是一个横平竖直的图形，因此我们就能得到。 往左的就等于，对，往右的。那往上的就等于，好，就很简单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左右哪一个可以算出来。对，这个是右，这个是右，这一段是五，这一段是四，所以右就等于5+4。 那么左右就直接是多少了？乘上个等于18。好，那上下知道哪个？上下。所以你只要算出下，下这一段是2，这一段是5，所以下就是2+5，上下相同，所以上下再乘上个2等于多少？ 那么总共周长32，18+14等于。